本次神舟十八号将上行实验装置及相关样品，将实施国内首次在轨水生生态研究项目，以斑马鱼和金鱼藻为研究对象，在轨建立稳定运行的空间自循环水生生态系统，实现我国在太空培养脊椎动物的突破。当前空间站三舱三船的状态对我来说是全新构型，其任务数量、复杂程度、操作难度明显提升。同时正如您所说，作为指令长带领两名新队友出征太空，如何加强任务管理、天地协作、团队融合等等，对我来说都是全新的挑战。面对挑战，我和我的两名队友以及整个航天团队已经做好了充足的准备，对于完成这次任务我们信心满满。谢谢。工作上虽有分工，但我们分工不分家，团结如一人，所有的操作都互为备份。作为乘组的一员，在指令长的带领下，我们始终以多说一句不是不信任，少提醒一句就是不负责任的共识，相互支持，相互把关。我们确实有很多共通点，不仅有相似的年龄和经历，更有共同的使命，就是跑好神舟家族太空接力赛。我们是使命、责任、荣誉共同体。